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网络的店家，他说什么东西啊？他走了地球一圈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？刚回来，把货一起带回来。前面两年都不在，没有啦。走一圈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有的网络店家他是可以有信誉，是因为他有实体店面。那他的实体店面可能不是一个卖场，他可能是一个专门让你来取货的地方。可是因为他专门在做这些代购啊或买卖，他会在现场放一些限量或者是卖超好的东西，而且价钱都超级便宜。取货的地方也能买卖，你可以顺便逛。我今天带了两个店家来给你看，一个呢是在台中专门在卖鞋子的，有一些限量款，它在台湾还没有上的时候，你可以。太浮夸了，这长得好特别哦，它那个勾勾也太大一个了吧？这边的鞋子除了这一双之外，每一双都破万，每一双都破万，对。然后在台湾还没有，这一双跟人家破什么万了？这一双，陈川，我告诉你，你试货了，看看李维峰的脚，哎。哦，上一次我告诉你，他倒过来怎么？陈哥，对，他开卖的时候要抢一双是大概6000左右，女生的尺寸，他这个现在价格现在大概是26000到28000之间，我的是38000到42000之间，对，啊，对，这要26000，对，那句名言，你那要30000多，对，啊，勾勾一反，倾家荡产。勾勾一反，倾家荡产，这是什么？真的？什么算颜色的勾？没有办法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没有办法，很多人在收到勾，对啊，那么多。但我告诉你，那你买了你会穿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店家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怎么样？你去取货的时候，你可以免费获得它。我怎么可能免费？怎么可能？No， 我跟你讲，因为店家会做活动，他就真的抽一双送给你。那你抽到的，所以这是你抽到的。我没抽到，我是用买的。啊！可是那爷爷的要是你的尺寸吧？是，没有。你抽到之后，他会问你的尺寸啊，他就拿你的尺寸给你啊。对对对，棒哎！在台中？对啊，你买不到。我早就该去台中住了，我就觉得。重点是你买不到，然后你也可以在网络上，比方说台湾都还没有卖超级限量的鞋子，你给他照片，他马上去国外帮你找回来。然后好。这一双鞋子是超级经典，大家一定都知道，白 Force， 很多人会买，它就是固定的价钱，一双就是3600多，就是3600，对，然后一定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，对不对？大白鞋、小白鞋，我们买这一双在这家店才2600、2800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差1000多？不是仿的，是正货。那为什么？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量很大，对，所以它可以同时可以压下来这个价钱，对。而且这个穿基本上会买这种鞋的人，他只要一张，基本上不会有人去清洗，对，就是再换再买一双。为什么不能洗？洗了也白啊？洗了会灰灰的，你走路走久，这边会有那个折痕，折痕就旧了，你就要换一双。是。所以一个爱鞋的人，他走在路上，他有可能是这样走哦。对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或者这样子，不能折到，不能折到。下雨天不穿，而且下雨天你要套塑胶袋。下雨天这样走太挫了，这样走已经很丑了，要不就是这样走。它就不会有折痕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真的不会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的天哪！这家店在台中就叫 Nice Day， 你们可以去找。对，然后另外一间也超级厉害，是专门在做日货的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日货，你跟他买东西，你就可以去他的店铺，就是取货，取货店，取货店，你就会发现一些非常。比如说，是吃的吧？人气很旺的啦，或者是生活用品啊，什么都会有。高汤包我知道，都是吃的吧？好，你讲到高汤包，我们就先来讲高汤包。你知道这个高汤包很好用，它一年只出一次，然后它有这些口味，有胡麻，然后柚子盐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白汤，柚子盐超适合煮海鲜跟乌龙面，真的。胡麻超适合煮肉，它是像弄成像汤粉，然后兑水去煮，哦，浓缩的汤粉，对，像茶包那样，对，好像茶哦，像我们那个什么肉骨茶的那个药膳包一样的。但它一年只出一次，它卖完就没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今天所有现场的日货都比你外面不管是网络还是店家买到还要便宜，更便宜。小的东西至少都便宜了100-200块。然后我今天要讲一个东西，真的很厉害，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最近好难买。请冷静。台湾专柜现在卖一盒八入要640元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买多少？一个80块，一个蛋，一个什么叫做 cheese cake 嘛？ cheese cake， 对，超好吃。一个 cheese 饼干，对，80块一个。对，一盒八入640块。我们买一盒八入450块。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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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
什么样子？大家要冷静。请你吃啊！去日本也不一定买得到，去日本也排不到，对，真的排不到。像一个要80块，这样不好意思了，哎呦，真的是，我拿一个给姐，拍水了，拿一个给姐，哎，拍水，拍水，谢谢谢谢。那怎么好意思？不是要80块，我们试试看，这个真的很难，排队都不一定买，排队都买不到。对，嗯，因为它饼干的牛奶的纯度，很好，饼干的口感控制的很好，嗯，它cheese够棒，不会够厚。cheese 够棒 ，cheese 够香，然后下面给了一个很棒的一个 cream cheese 的奶油在里面，这当然很好吃啊，口感很有层次，超好吃。我再给你们一波高潮，这个台湾现在攻击我，攻击我，快点吧，我准备这什么牌子？快点攻击我！我看过，我看过，这什么牌子？老味，老味，对不对？老味出饼干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你们不知道台湾买不到吧？不知道，那狐猴岛可爱，在他这就买到了。你知道台湾，你现在有钱，陈哥，你买不到一盒，要卖收哦。里面是什么呢？就是饼干，老味出的饼干。饼干怎么了？饼干？你现在再有钱，这一盒要快3000，而且，听我讲，你买不到，因为一小盒就是，你现在手上就拿了9000块，它就是精品饼干，差不多。他买不是三，他不是3000的，他一盒就是3000，他一盒就是3000。你买多少？现在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我买一盒不到2000，还是很贵。我买一盒不到2000，我觉得盒子好值得收哦，接近对折，很可爱，接近对折，至少6折，6折啊，对，盒子很值得，6折可以买到，这是仿的对不对？这是真的啦，这真的从日本排回来的啦。不要这样，是有人炒，有人就有，因为它就是精品出的饼干。开过了、啊，对，因为我要请你们吃啊。啊，2000多，一盒2000多，耶！重点不是味道吧？重点就是那盒子吧。我觉得这样好不好？他今天呢，把整个的来龙去脉讲仔细了。OK， 好。我觉得你们后面的到底有没有介绍的必要？说实在话。第一个赞同，我认为我的东西相当廉价，不需要介绍。一二三四五六七款，那个汤包可以打开嘛？现在要火锅嘛？你就一起不要那么快放弃好不好？没有，不要进来。李维峰，不愧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。对，我们是有两个卡式的。远远就看到了。啊，没有。你挑一个你有兴趣的。哎，挑一个，这里面每一个口味都不一样嘛，都不一样。这一盒2000呢，真的有点拿不下手哎。对，但这一盒市价是快3000，市价快3000。那这一片大概多少？你用2700除以一个将近100，一个将近，就廉价来说，一个将近100块，一片饼干100块。你不要对着他骂嘛，你不要这样，他两个50块铜板呐，每一个便当的价钱。我跟你讲，他厉害就厉害在你，就算现在准备10000，你也买不到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是一样，你是要送那种很高级、很厉害的客户，真的可以买一下。我这个是抹茶的，抹茶味超。我们要听你们吃，你们吃。我最喜欢这种牛奶的，我牛奶很香，牛奶很香，好吃哦。陈宇桥那个是刘雨柔喜欢的，对，它是牛奶，纯牛奶，而且很酥，整个嘴巴都是那个。我这个长得像小披萨，对不对？就长得像小披萨，好圣诞感哦，很可爱。圣诞，哎，这送礼真的很好。对啊，送给好的客户，就送给很好的客户。